他说欢欢再去近租180公尺处，侧着仰角40度、30度，求建筑物的高度。来，麻烦你画出来理解哈。来，他说有个建筑物在这边，好不好？建筑物在这边，他距离这建筑物几公尺？180公尺的地方，知道哈 ？OK， 行不行？侧着往上看，告诉我这个仰角是几度啊？3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求这高度怎么算 ？OK， 老师先请问一下，直接来一次好不好？鼻子2:1比多少？根号三，根号三变成一，根号三变成一，用乘来除的，除的，所以说把180除以几？根号三，变根号三分之180，所以算出来是有理化，变三分之多少？180根号三，所以算出来60根号三是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 ，OK。